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就在今天，庆典服终于开放啦。那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不少的新玩家，又或者是回锅玩家，有去玩庆典服的。这部影片微笑我统整了三幻目前到现在所有可以用在庆典服的礼包码，总共八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来看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礼包码究竟可以换到哪些物品。首先是第一包十张的招募券，还有两个精力石盒。招募券对于前期新手开荒来说还是相当好用的。第二包75级的换新宝箱，75级才可以开启，随机获得2800到18000的换新不等，全靠大家的运气。不过微笑开了三四盒，大多都是维持在2800至3000左右，要破万还是挺困难的，很吃运气。第三包单纯给了1000换新，第四包也是500换新以及一张 P 券。再来下个部分也是惊喜箱，不过则是115级才能开启的，还蛮遥远的。那一样内容物的换新完全相同，全靠大家的运气。全服共享21换新是一年前开服所给的，没想到这个礼包还能用。那也是一样，全靠运气获得一样的换新数量，不过呢15级就能用，等于第一天最少我们可以获得接近3000的换新。倒数第二包888换新没什么好说的，最后一包了，跟前面有一包还蛮相似，一样是1000的换新，那额外给了一张 P 券。以上就是八组所有礼包码的物品，对于新服来说还是相当香的，给了超多换新，运气好的话可能有机会达到3-4万。就算是非洲人的话，把这些礼包全部领完，加起来也是有10000左右的换新，非常的不错。微笑我把这八组礼包码放在画面上，同时也会放在置顶留言跟连结，大家可以进行兑换，有需要的直接复制即可。那还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我看到了就会回复。觉得影片有帮助也可以帮我按赞订阅一下，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